大家好，欢迎收看《悲智印记》。上人说，手语是无声的说法，手语的每个动作就像是手印的智慧一样，可以加强我们反省的能力，同时可以强化我们觉醒的力量。这也是《悲智印记》节目直播的宗旨。嘉勋姐啊，今天是我们探讨水忏的最后一集耶。从第一次读到悟达国师撰写的《慈悲三昧水忏》开始，一直到现在，哇，那个感触真的好深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跟我们分享啊？你看啊，像悟达国师这样的得道高僧，只是因为过去一时的愚痴伤害了别人，即便他经过了十世的修行，还是免不了要遭受人面疮的苦报。那像我们这种平凡人，从小到大不知道犯过多少错误，那如果要一一化解，真的好困难哦。的确，真的很困难，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生生世世都能为人，同时能够修行。不过，我们也别泄气，好不好？要相信有心就不难。悟达国师撰写这慈悲三昧水忏，也是抱持着一份慈悲心，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用忏悔来洗去我们内心的无明，并且改往修来。这件事当然是越早开始越好咯。难怪啊，上人宣讲水忏要历时五年，而且常常告诉我们来不及来不及。你看现在啊，天灾地变四大不调，真的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用谦虚的忏悔心，让我们的心跟大地重返清净。没错，其实不管是佛教、基督教、天主教，许多宗教都有提到忏悔，内容不外乎是洗去内心长久累积的是非、我执、烦恼等等，这是在平常生活中就可以自我检视，而且确实执行的。现在我们就来欣赏水忏中曲妙音的演绎，同时温习一下悟达国师在慈悲三昧水忏之中的谆谆提醒。最近有一种感触哦，佛陀他用八万四千法门，然后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来引导对方开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慈悲的心怀。怎么说？那种感觉就好像是爸爸妈妈，每个孩子不一样，可能有不同的资质、不同的个性，但是我们发现爸爸妈妈对每一个孩子都不会放弃，所以就是会很耐心的又很用心的思考，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陪伴每个孩子他的成长。
这么说来，我觉得悟达国师也是一位非常慈悲的大师。你看他会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所以他撰写慈悲三昧水忏的时候，就具细明义的描述了各式各样的忏悔法门。没有错，像是烦恼障里的百八烦恼，业障里的身三恶业、语四恶业和六根不净业，以及果报障里的三恶道报、人天报等等。所以在水忏的寄送里面有提到烦恼业障果报障忏悔法门细细说，那这两句怎么样用我们的妙音来诠释？烦恼我们就先打烦恼，然后业障呢我们打业，打业字，对，那果报呢我们就打受苦报，好，那最后一个障呢就是打障碍。哦，对，所以是烦恼业障果报障，然后忏悔法门呢我们就打水忏，所以是打 水然后打忏悔，对，然后细细说呢就是到处讲，所以是这边中间旁边我们都细细说，就是具细明义的去述说这个水忏的意思。发现自己原有这么多的无名烦恼，难怪上人要呼吁大家一起来大忏悔，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彻彻底底的把我们这颗心洗干净，因为如果我们继续隐藏自己的过错，就会有再犯的可能。所以水忏中提到洗净无名业事垢，慈悲水忏万古流，我们一定要把握因缘彻底净化我们的心，也让这样子好的忏悔法门代代传递下去。那两句要怎么样来用妙音诠释呢？好，洗净无名业事垢的话呢，我们就是这边洗，把我们的业洗得干净，中间打业然后右边呢再打一个洗干净，把我们的业洗干净，对，所以其实这一句话就是打两个洗业所以用两个洗来表示再次的清净，对对对，那慈悲水忏万古流，好，慈悲水忏万古流呢就是千古这样流传下来，所以其实这个只有一个大动作，就是从我们两手从下面呢右脚往前一步，然后手慢慢的往上升，所以就是慈悲水忏万古流。其实我觉得忏悔就是洗心，起忏悔心才会懂得感恩，彼此互哀，但是大忏悔之后也要起大愿力，以大力量破除障碍，才能够转苦为乐，转苦为福，而这一切的关键仍然在我们的这一念心。水忏分为上中下三观吼，那三观的文呐，互咱了解呢，一种小小的恶累积起来变成了大恶啊，那小小的习气累积起来呢，变作了呢是恶不赦的恶行啊，一定呢，互咱知影。众生呢，这么这么多的恶，就是起源在内心的污染。内心的污染呢，都爱先得，爱洗啦，洗好清净。用什么洗呢？用法洗。所以呢，物件垃圾用水洗，心垃圾爱用法洗吼。咱若会当做紧清净啦，就做灭。福有生，就亲像讲水啊，那真正拢总过滤过啦，那这个清水就增加起来吼，垃圾水就无去哦吼。所以咱即嘛，把遐垃圾拢改洗清去了后呢，自然呐，吸收入来换呢，人都是福慧，咱那些。清净的心啊，充分的爱啊，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好事好为嘛，不舍众生啊，疼惜众生，想看卖呢，这个行为敢不是造福人群呢？所以罪灭福有生，有安尼的忏悔，所以呢，咱生起了咱的智慧，甲咱的福。所以各位学佛啊，其实呢，无什么款真奥妙。其实，伊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咱的日常生活
一方向那对啦，那一切都是正向正面正法正思维正行等等，一切都正啦。咱所有的业的障碍，人间真多的障碍，不是别人做好了呢，是咱过去累积来，都亲像呢破破啦垃圾，咱都赶紧爱去洗洗洗，给清气吼。那五达国师呢写这个水忏的文，普行在天下呢，就是要回报家乐家尊者。三昧水洗掉了伊的冤孽，所以因为安尼，伊做忏呐，咱嘛是爱感恩呐、啊，感恩呢有五达国师，以知恩回报，才会当有水忏嘛。这个文呢，予咱自我警惕，亲像一面镜呢，面面呢，甲咱警惕，所以。期待咱人人啊，这个灵啊，咱的心地、德性啊，安尼好亲像迄个明朗的妙明啊，会当通照耀的人群天地之间。所以，这久这长的时间，请大家人呢，唔通辜负啊，辜负五达国师的助忏。唔通辜负呢，诸佛菩萨啊，回入三宝救度众生的恩德，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嘛。今天我们要邀请专业手语老师丁立芬丁老师来教我们相关的自然手语，来加强我们的印象。丁老师您好。你好，老师好。老师好。大家好。你好，老师。我们今天应该是水灿的最后一次录影。最后一次。那但是我们在想，其实水忏最重要是希望我们能忏悔嘛。是。那忏悔一定是我们有犯错，所以过错呢，犯错。错。对，错。那忏悔改过。好，这个是反省，反省又忏悔。哎呀，对对，就哎呀，这样对。那要改过，改过，对，要改过。然后改过之后，我想第一个一定要下定决心嘛，对不对？是，那下定决心，下定决心，下定决心，就是把你的心哎抓紧。对，那下定决心的话，其实他要不要再犯错？就是错再不要。不要，对，就是不要再犯错。错，你错了，但是你以后再不要，不要，所以是希望我们能够修正，修正，要修正，修正改善，修正改善也是。那我们也会说，我要培养我自己，对对对，修改自己嘛。那其实最后是希望我们能够洗心革面了。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要改过，修改啊，我们就既然是洗心革面，我们就一次就给他改哦，一次就改就要行。对，而且是大一点，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哎，有点大改革的那种感觉。老师，改革跟我譬如说下定决心，我要破除，破除，我把这个除掉，除掉，哎，把它除掉。其实它这跟洗也是，对不对？对对，就是把它解决掉，就是弄干净了，弄干净，然后这个可能就破除掉，不好的把它剃掉。接着是不是请老师教我们有句近思语哦？他是这么说的：勇于承担是一份动人的力量，勇于承担错误则是一种高尚的品格。哦，好，这是勇敢，勇敢，哎，勇敢的承担就是负责任，负责任，勇敢的负责任，负责任，它是可以感动人的，可以感动人的一种力量，力量，哎，感动人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们在就是勇敢的承担。是一份动人的力量，力量。对，假如说是勇于承担错误，则是一种高尚的品格。高尚的品格。好，勇于承担错误，我们是说，如果我错了，我们刚刚有用过这个错，对，错了，错了。但是我这是出面，就是我承认，我承认我的错了，我也出面，然后我负责。就是勇于承担，对，勇于承担，就认错就对了。对对对，我愿意出面去认错。对，我错了，我就出面，哎，承担，承担就是负责，这是一种高尚的品格。好，这是品格，品格，品格很高尚，对。哎，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两句连着用我们自然手语法再打一遍？好，说
勇于承担是一份动人的力量啊、那勇于承担错误则是一种高尚的品格。对对对，这个太棒了，非常谢谢丁老师。谢谢蓝老师。谢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学习今天的手语印记，透过一字一句的演绎，提醒自己犯错的时候要赶紧发起忏悔心，立即扫除心中的无明，自然就能够得到一颗清安自在无所求的心。心起，悟达一念满心起。这边的悟达的话，我们照字面来打，就是开悟了悟的动作，而右手三指比到达的这样一个动作来呈现。一念的话，我们右手比一个意念思想，因为一念的骄傲共高我慢心升起，所以起的话我们打开起发声。下一句，人面恶疮诉冤仇，人面恶疮诉冤仇。人面恶疮的话，这边恶疮我们接左手握拳，右手感觉一个肿瘤肿起来，一个伤口肿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诉冤仇的话，就是人面疮开始告诉悟达国师，所以诉我们说十世以前他们所结下的恩怨恩仇。迦诺迦次三昧水，迦诺迦次三昧水。这边迦诺迦的话，因为是尊者，所以我们比尊贵尊者的动作来呈现。次的话，我们就比给予。三昧水，三昧在佛法里头是代表镇定，水的话就代表佛法。下一句，悟达国师顿解惑，悟。答国师顿解惑，因为迦诺迦尊者告诉悟达国师，唯有忏悔才能清洗洗涤十世以前所累积的冤仇，所以悟达国师的话，我们打国家国度，师我们打老师，悟的话顿解惑，我们直接打一个悟，开悟了悟的动作。烦恼业障果报障，烦恼业障果报障。这边的烦恼业障，我们直接打烦恼业障的话，障不比，我们比业的字形。果报障的话，就一切的果报我们自己要去承受，最后都是障碍我们人生。下一句，忏悔法门细细说，忏悔法门细细说。忏悔法门，这边直接比忏悔法门，就代表佛法。当我们进入慈悲三昧水忏之后，它里头都会很仔细细细文剖析烦恼业跟果报从何而来，所以细细我们打仔细，大拇指小拇指捏在一起往下拉，代表仔细的意思。解说右手
比一个说的动作。下一句洗净无名也是垢，洗净无名也是垢。洗净无名的话，这边就是我们用烦恼，一切的烦恼都从我们的意业而起，而这些我们都要去去除清除它。下一句慈悲水忏万古流，慈悲水忏万古流。慈悲水忏的话，我们打慈跟悲，还有右手打一个 C 代表水，忏世世代代，我们打一个代代，流就是流传，右手从上往下代表流传至今的意思。好，这四句我们再来一次。烦恼业障果报障，忏悔法门细细说，洗净无名也是垢，慈悲水忏万古流。苦海茫茫无边，苦海茫茫无边。这边的苦海的话，我们左手打一个苦的动作，海的话我们左手的大拇指小拇指放在嘴唇这边代表咸，右手往外画代表水，也就是海的意思。茫茫无边，掌心朝外，感觉外头一片的茫茫然，看不清楚。下一句回头明明是岸，回头明明是岸。回头我们直接打一个它的回的字形，明明的话就是清楚明了，是岸的话我们当下会发现到，当我们懂得如何去除忏悔，发现到当下即是净土，所以我们右手往外画代表到了佛国彼岸。下一句三障诸惑应断，三障诸惑应断。这边的音段的话，我们直接打一个去除除去的动作。下一句诸佛声声呼唤，诸佛声声呼唤。诸佛这边我们直接合掌双手合十虔诚恭敬，声声呼唤，双手打开放在嘴边往上拉开扩张，就是要唤醒迷茫众生回归清净佛性。好，这四句我们重来一次。苦海茫茫无边，回头明明是岸，三障诸惑应断，诸佛声声呼唤。在世界各地的宗教中，几乎都有忏悔法门的存在。只要常常检查我们的心，看看是不是有过错，一旦发现了，一定要立即的忏悔，并且马上改过，而且要下定决心绝不再犯。虽然过程当中真的有点辛苦，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的心重返清净，让世界恢复爱与生机。忏得己心净，得正佛本心。想要去除烦恼，就要学习舍掉自我，因为人总是为了自己才贪求得来这许多的欲望与烦忧。祝福大家都能够善用忏悔法门，清净己心，从自己出发，将善念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今天非常感恩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